订阅本频道，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。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辉煌时刻，一首饱含深情与敬意的歌曲《展信安》横空出世，如同一封来自新时代的信，穿越时空的界限，将年轻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娓娓道来。这首由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华网联合出品，王一博倾情献唱的作品，不仅以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，更以其深刻的内涵和宏大的视野，展现了当代青年对祖国的深深眷恋与美好祝愿。展信安的发布正值国庆节期间，这个举国同庆的时刻被这首歌赋予了更加特殊的意义。王一博作为当代青年的杰出代表，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，将歌曲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化作了对祖国的深情告白。他的歌声时而激昂高亢，如同江河奔腾，表达了青年一代对祖国未来的无限憧憬，时而温柔细腻，如春风拂面，传递出对祖国母亲的深切关怀。歌词中，如今有我用青春的答卷向未来说展信安，这一句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宣誓，更是对新时代青年的共同心声。他告诉我们，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每一位青年都肩负着历史的使命，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而有幸做见证者、奔赴者、万千角色，同一个梦共圆，则进一步强调了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无论身处何方，从事何种职业，都心怀同一个梦想，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除了王一博的出色演绎外，展信安的 MV 也是一大亮点。画面中既有壮丽的山河风光，又有繁华的城市景象，还有青年人们奋发向上的身影，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幅生动而感人的画面，让人仿佛置身于新中国成立75年来的辉煌历程之中。 MV 的制作精良，不仅提升了歌曲的观赏价值，也进一步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和传播力。展信安的发布不仅是一首歌曲的诞生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精神的振奋，它让我们看到了当代青年的担当和作为，也让我们更加坚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，只要我们心怀梦想，勇往直前，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明天。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，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国富民强，国泰民安，让我们的祖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书写辉煌的篇章。愿我们的青年一代在祖国的怀抱中茁壮成长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。展信安不仅是一首歌，更是一份情感，一份责任，一份期待。它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到了祖国的温暖和力量，也让我们在画面中看到了祖国的美丽和繁荣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用青春的答卷向未来说一声展信安。节目最后，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，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。